家庭联络部，陪你守护家庭的每一步，为你记录人生的恩典录。大家好，我是李天柱。大家好，我是 Joyce 牧师。天柱哥，知道吗？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啊，还有很多人对你的印象，都是你是一个非常刚强，然后很阳刚的一个男人，很僵硬的一个男人，是不是？没有，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呢，就是很阳刚，刚正不阿，这么好的一个特质哦，到底是承袭了谁？承袭了谁？我想，一部分应该是来自于我的名字，我的姓名给我的一个暗示。我们通常都会受我们名字的一个影响。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应该是从我父亲那边承袭的。爸爸给你的影响、对对对。柱哥，我们常常都说家好像就是一个房子一样。对。那你有没有想过说爸爸的这个角色好像是房子的哪一部分？爸爸就一个房子来说，那应该理所当然的就是那个顶梁柱了嘛。就是那个柱子。房子里面那个柱子。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承受很大的压力，房子的柱子垮了，这个房子就会垮。那当然啦、是。那柱哥，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一个男孩哦，他在一个好像没有爸爸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成长的话，他的生命将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呢？你现在说的这种情形啊，其实在这个世代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是，对不对？也很多的家庭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没有错。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不以为然，会觉得说，好像家里面少一个父亲，日子一样可以过吧，是没有错，是。但是有爸爸跟没有爸爸在家里面，我想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今天呢，我们就借由这位来宾，他的家庭故事，一起来探讨一下家中没有父亲所产生的问题，好吗？乡音混杂的眷村，常常不在家的父亲，是萧镇中对童年的印象。小男孩生活中期待父亲的身影，一再一再落空失望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再有跳跃的力量。六岁时父亲过世，这个位置留白了。父亲与父爱对他来说仿佛成了抽象名词。直到自己踏入婚姻，成为丈夫与父亲，角色中真实而陌生的负担与责任困得他无法透气。加上任性的投资造成难以弥补的亏损，一场金融海啸几乎淹没了他的经济，也几乎冲垮了他的家。面对妻子与孩子，他只想逃避。直到他发现口中一直喊不出阿爸父的无助软泥中，正是藏着开启他生命力量的一把钥匙。好，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今天故事的主角萧镇中先生。萧先生，欢迎欢迎。萧先生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请坐。你好。请坐。你是从哪过来的？从家住哪里？家住高雄，现在是住在南投。哇，所以我的家乡就是在高雄。你原生家庭是在高雄，高雄，对不对？对。我们看你的资料里面说，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父亲就过世了。对。所以你对父亲的印象还保留的一些是什么？其实我，因为我在我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模糊，比较模糊，又加上他都是在部队，当军人，是，又有时候会去外岛，所以我们的相处几乎都算是没有什么相处，所以那时候其实。那这么说起来，你童年的一个成长，母亲给你们的印象，给你的影响比较大了，对对不对？等于我的从小都是我母亲在带大的，这样照顾我们，所以我们的环境都是
妈妈在负责我们的抚养，嗯，所以妈妈的影响就真的对我的一生来说真的影响很大。有什么样的影响？觉得从小我觉得妈妈就是我的一个靠山，嗯，因为家里不管大小事都是妈妈在负责，嗯，又加上父亲离世之后，然后都是妈妈在打理，嗯，包括我们家三兄弟，嗯，所以我总觉得妈妈就是我的靠山，妈妈就是好像你最大的依靠这样子。对，那你自己有想过，就是说，好像渴望自己 也有一个家吗？其实哦，我从小就一直渴望做一个完整的家。嗯，所谓完整的家是什么意思呢？完整的家就是我觉得有自己的房子。嗯，有自己的房子。因为眷村它的空间是很狭小的。对。哦对，所以我们的环境容不下我们三兄弟，嗯，所以我从小一直渴望说，我长大我要买一间房子，嗯，买一间大房子，大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是我所渴望的家，是，然后加上我妈妈她从小就照顾我们兄弟，所以我就觉得说她很辛苦，对，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可以买一间。给妈妈过好日子，大房子，对，给妈妈住，嗯，所以我从小我们的等我们都围着我妈妈在，在照，所以对我父亲来说，我爸爸等于好像跟我们就是不太有关联，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对。后来是不是如你所愿的，后来你结婚了，对不对？结了婚了，买房子了吗？我后来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买一间房子。哦，真的，我很期待说，真的赶快实现这个梦想。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去也做了一些投资。嗯，然后也造成了我很多的损失，因为我很急于买一间房子，因为我妈妈给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一直很渴望说，我跟妈妈有一个让她好的生活。好日子过，我觉得就是一个孝顺的一个表现。那你买了房子以后，把妈妈接来住，一起住吗？没有，我妈妈她就是，她觉得她还是喜欢住在原来的地方。对，那时候我已经搬来南投住了。嗯，那我住在南投，我房子也在南投、嗯。那我妈妈她就是不想住，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的失落感其实是蛮大的，蛮大的。所以。这么听起来好像你对母亲的那个依赖还蛮重的。对，是不是？对母亲的依赖，我觉得妈妈就是我的靠山，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可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当我慢慢 长大之后，我发现说其实妈妈还有心里有很多事都隐藏。比如说我们爸爸之前，我跟爸爸之间的关系，我妈妈都从来都不去提。对，为什么呢？哎呀，我觉得她可能是要把她的这个思念放在心里，悲痛。对，可是我觉得这个造成我往后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妈妈这样子放在内心，所以我就把我对我父亲的思念也放在，我也放在内心。都不去表达出来，就跟妈妈一样。对，跟妈妈一样。然后我后来发现说，当我真的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却找不到人可以帮忙。我有一个很深的那种无力感。对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不得已，才勉为其难把这个家里面的重担担起来的，对不对？原来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通常都是做父亲的人来。对。来挑起这个担子嘛，对不对？现在变成妈妈，必须要很。但是你说结了婚以后，你还是对妈妈的有这样的依赖吗？有非常深的依赖。那你太太没有意见吗？所以我跟我太太之间就产生很多的矛盾跟冲突。什么样的矛盾？比如说我习惯把很多事都放在心里面、我不想跟她说。包括我要买房子这种很大事，我也觉得说我就是要为我妈妈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跟妈妈商量，你不会跟太太商量，这样。
是你有一份孝心，你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做太太的，她有她自己的一些想法，她觉得说，你们是一个家庭，对对、对不对？其实我想要买房子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眷村，我们邻居他们都有父亲在，爸爸都在身边，因为我们房子越来越小，所以他们都想要搬离。有父亲可以帮忙搬离，但是我没有父亲，所以我们也没有能力。然后最后我们的眷村就剩下只剩下我们那一，我们家住在那里。然后旁边房子都是空的，所以我也很渴望说赶快搬走，有父亲帮忙，在我身边一直陪伴的话，多好，所以我一直很渴望说一直搬要。赶快搬离，所以我就一直想要买一间房子，包括说给妈妈住，也可以给我的太太孩子住。不过到最后还是你结了婚以后，还是让太太住到跟妈妈一起住在以前的那个老眷村里面。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后来因为我都住在。长期都在南投，因为我们的家已经没办法住了，所以我只好选择搬离。那刚好我离开高雄来南投工作，所以我就选择在南投定居下来。所以你们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的自己的孩子？我等到我其实我是先买房子，先买房子才结婚。结婚之后，当我们结婚，其实我们也碰到很大的问题啊，包括在经济上，尤其是经济，你只要买一间房子，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对。那所以我买了房子也负债，那我又急于想，刚才有提到说我急于想要还债，所以想要投资是最快的，是，工作努力赚钱需要，投资也需要，所以就。碰到了金融海啸，是哇，整个投资哇，让我快破产，包括连我的房子都已经撑不住了，是最后都卖了，所以真的叫做那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了，钱也没了，房子也没了，但是你还有家人啊，可那个时候跟家人会不会也很多冲突啊？因为你对。妈妈跟太太冲突是对，冲突除了我自己本身喜欢把话放在心里之外，那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也跟太太真的有很大的这个冲突，然后又碰到了你家常说这种婆媳的问题。那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去解决呢？其实我还是用。逃避的方式，所以你，所以有时候也很难，真的解决不了。然后又加上说，我从小是妈妈在抚养，对，没有爸爸这个靠山，我们兄弟都觉得说我们自己可以很多事都我们可以自己解决就可以了，是，我们不会去找人商量，我们也不会去找人说你要不需要帮助我啊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也习惯于说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把那种难处都放在内心，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太太去沟通，所以我后来你跟你太太有孩子了，对，有了孩子以后，一般来说一个男人做了父亲以后。好像无形当中有一个责任心了。你是不是也这样子呢？你有了孩子以后，有孩子之后有没有一些变化？孩子，我就知道，有孩子我就当爸爸了。可是我发觉，我对我的孩子好像很生疏。为什么呢？因为我习惯把很多事都放在我内心心里面。一笔意外的奉献和爸爸学校刊物上的见证。促使妻子积极鼓励他参加爸爸学校，像小孩学认字读书一般的来到爸爸学校的校正中，得练习写信给印象中早已模糊的父亲。这一道困难却意义非凡的习题，
一句爸爸你在哪里，像是破冰斧撬开了冰封的心，释放了所有囚禁的思念与情绪。原来那张空椅上始终占据着最有影响力的存在，如今爸爸虽然不在了，但充满怜悯与慈爱的天父代替了地上的父亲坐在那椅子上，不离不弃地守望着他与他的家，提供他护卫家园的力量与智慧，成为能让妻子依偎、孩子依靠的山与树。哇，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来欢迎萧太太还有他们可爱的儿子在我们的当中。欢迎，欢迎。朱哥好。你好，你好。Joyce Moose 好。小朋友。欢迎你。请坐。刚才萧先生有分享到很多，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哦，很无助，然后好像四面都是压力。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转机让你的生命或是你的家庭有了改变？其实这个转机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叫爸爸学校的这个课程。其实我对参加这个爸爸学校课程我是很排斥的。其实我刚才提到我面对很多的困难，其实我内心是想要去改变的，但是我又很怕改变，我怕面不知道改变之后会不会比以前还要更糟，比我这些历程所碰到的困难还要更糟，所以我内心其实是很排斥去参加这样子的课程的，但是因为这个太太她就很鼓励我参加这个叫做爸爸学校的课程。那以前儿子跟爸爸之间的他们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个情状态？其实我会觉得说可能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父亲跟我是很亲密的，所以我会觉得我看到的父亲的形象是应该孩子跟会跟父亲会跟孩子主动又抱又亲，陪着孩子读书啊，带着孩子，可是他从来都是好像觉得即便结婚的都像是单身汉，一人吃全家饱的类型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你看儿子弟弟，你刚刚跟爸爸那么亲密的一些行为，对不对？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叫什么名字？萧永恩。我刚刚看到的是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亲密啊。是。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变成这样子的？感谢主，透过爸爸学校，其实我觉得我说这个孩子是蒙福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在我们老三出生不久，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本灵修书籍《活泼的生命》，我在那个书籍上最后面都看到一个叫做爸爸学校的见证，每个月都有。哦。那其实刚开始我是抱着很好奇去看，一次看两次看，看了几本之后看着去，后来我就开始我发现那里面的见证很吸引我，对，其实我就开始祷告了，我跟神说，神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很期待在我们南投这样的一个小乡下的地方可以有开设那样子一个爸爸学校的课程。是。对，然后从我开始接触这个书籍到开设其实是经历了大概将近五年吧。哇，五年的时间。对。所以先生是透过这样子课程，后来所以这个孩他跟小老的老幺的这个关系是特别的亲密。这样。对。所以这个孩子他就陪伴的特别多。那萧先生你自己要不要说一下，大概替我们叙述一下这个爸爸学校。你在那边经历了什么？你感受到什么？是，其实爸爸学校让我改变最大的就是我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要写一封叫做写给爸爸的信，其实我对我爸爸是很陌生的，当我要写给爸爸的信的时候，不知道写什么，对，不知道写什么，但是因为上课总是要交功课。所以我就应付一下好了。可是当我写的时候，一直写，其实
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我内心就问爸爸说，爸爸你在哪里？嗯，我很渴望，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内心是很渴望有个爸爸。对，我小时候总认为说没关系，我们反正有妈妈就是靠，对，妈妈就靠，有妈妈就好了。对，爸爸不在身边也没关系，我一样过得很好啊。嗯，所以我刚才那个诸葛提到说跟他关系比较好，可是我跟我老大老二的关系其实是不太好。嗯，因为我总认为说我都没办法过得很好，所以我的孩子有我这个爸爸，没有这个爸爸，其实他应该会过得很好。摩擦了，摩擦，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我对孩子没有一个拥抱。嗯，其实我觉得改变我最大的就是写那封信。是，那封信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嗯，其实我以前不会叫阿爸父母。嗯，你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阿爸父这个喊不出来，很不习惯，很不习惯，根本人家叫我讲的时候我讲不出来。嗯，但是叫你写到最后你终于还是写出来了，应该是硬写出来，硬写出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我内心发现说其实那个影响我看似好像从来都没有影响过我的，对，其实我才发现说它是影响我最大的。嗯，影响你哪一部分？所以影响我那种内心对爸爸的渴望，虽然好像小时候从来爸爸都不在身边，但是其实我发现说我内心是很渴望的。嗯，所以我最后写了那封信之后，我的内心才发现说原来会平衡。所以我从内心喊出阿爸父，那是一个很发自内心的一个渴望，发自内心的一个对爸爸的一个渴望。是，才从我内心里面发泄出来。但是透过在写那个的时候，你发现你内心是有一个对父爱、父亲的渴望，很深的渴望，非常深的渴望。嗯，所以我喊出阿爸父，其实是对天上的父亲。嗯，我觉得借由这个课程，让我不但修复了我跟天上的父的关系，是，我也认清原来我内心是渴望父亲的。对。所以我也认为说我孩子他也是渴望父亲。嗯，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很深的一种意志释放。是，对，是，在爸爸学校里面改变最多就是拥抱。嗯，爸爸学校教我们说你要什么去学，这是你以前打死都不会做的事。对，对不对？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是，嗯，第一教我们说要拥抱太太。嗯，然后拥抱你的孩子。嗯，哦，那个很难。嗯，可是当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我就先抱我太太。哎，这个还好。可是抱孩子真的发觉原来我跟孩子这么陌生哦。肖永恩哟，我问你真正的一个问题啊，你觉得爸爸现在跟过去，以前你小还念小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爸爸以前就很爱我，但是现在更爱我了。怎么样更爱你呢？嗯，就是比较常抱我。常抱你，哦，对不对？以前很少抱你，对不对？对呀。你以前是不是就经常想要爸爸抱抱？对呀。那爸爸呢？爸爸都会，哎呀，男生抱什么抱？是不是？现在就不会了哈。对。你是不是越来越爱爸爸？我以前就很爱爸爸了，那现在更爱爸爸。嗯，我想请问一下，肖太太，当她第一次她上完爸爸学校的课回来以后，拥抱你，你有没有觉得很？你的心情感受是什么？很诧异，真的，还是很兴奋，也有，都有。嗯，然后你看到那个改变的国校了，对不对？对，那时候只是还在想说你今天怎么了。回来的第一个就是觉得你今天，不过其实还是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过对家人如此的热情。是，对，你看到那个热情了。你觉得他上完爸爸学校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嗯，
透过这个课程，我讲真的，我都不知道他去上什么课，但是我发觉他每一次回来都有进步，都有、就是那种在课程中就活过来了，对，就是好像就被修复了，就修复家庭的关系。只要他去上完课回来，就会有这样子修复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那所以他在这当中神医治他，又让他在这当，我都说哈，他都修复了三分，可是其实他是带回来六分的能量，修复了五分，然后其实带回来是十分的进步。是，所以其实他在那个课程当中，每一次只要有回去回课程当中当同工的时候，其实我是十分的支持，因为看见他每一次都带着这样子满满的爱，满满的一个能量再回来。所以你们家里面也充满了喜乐。对，是不是？对，家里面的氛围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很大不一样。哇，那么经过这一段那个医治恢复的旅程以后，现在我想请问一下，那肖先生，你对这个家现在的定义跟以前的定义有什么不一样？你以前的定义就是家就是一个房子。对，对不对？你最渴望的是一个房子。现在呢，家是孩子他们的避风港，而我就是他们的灯塔，指引他们人生的方向，让他们知道他们未来他们该如何来走。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港湾，可以让他们回来，成为他们的一个依靠、休息的一个地方。说得好。家就是一个避风港，你就是那个灯塔，照亮孩子回家的那个航程。对，对不对？今天非常谢谢肖先生、肖太太带着肖永恩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珍贵的这个见证啊。肖太太因为她看了那本书的见证分享了以后，跟神祷告，对不对？然后神也垂听了你的祷告，成就了这一切。这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里面说的，神能够照运行在你心中的大力，充足的成就这一切啊。看了今天的见证以后，你想起谁来了？有没有感动，想要为他祷告一下？愿你的祷告像香一样陈列在神的面前。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困境当中，愿神的恩典降临在你们的家中，愿神伸出他的恩典的手来帮助你度过这些困境。好了，家庭联络部，我们下周见，拜拜。上帝祝福你，嗯。